Oh,
出嚟啦。大聲啲！一、二、三。是我三。好嘢！好嘢！咁啊，是我三。三咧有四首嘅上榜作品，跌入小島巡上三個星期最高亞軍，放下上榜三星期最高第五位，切富自動上榜七星期最高季軍，小數上榜五星期最高季軍，亞四上榜四星期最高季軍嘅。有更好的成績，首先有什麼說話想跟大家說呢？首先要多謝新城每一位 DJ 放我們的歌啦，沒錯，喜歡我們的歌啦，還要多謝每一位作曲作詞和編曲的音樂人啦，還要多謝我們的 CEO Fans 光榮，多謝。好啦，那麼對於今年自己的表現，你們試過滿不滿意呢？還是還有這個進步空間呢？其實今年做了很多我們覺得很開心的事，即例如我們去尋吉，就是去了天梯的地方，還有我們自己做了第一個的演唱會，都有很多突破，所以我覺得今年是2012年是豐盛一年和無憾的一年，年積夠了，暫時夠了，但人是應該向高處望，是我們希望再遠一點。做些什麼呢？出年其實有沒有 planning 呢？其實現在10月中了，好希望可以參加到港男OK 啊，都少啦，明白先，開心啊嘛，你想唔想睇啊？我哋仲要試完咗，好啊，最想睇邊個唔著衫？咩講埋先？冇人唔識 ，James 喎，點解係我啊？你咪搞錯咗啊！我都想睇啊，我想睇安仔唔著衫，冇著衫，唔係你講到唔著衫，你講埋你個衫先，依家嚇走曬所有嘅港迷。希望可以去到內地參加歌唱比賽啦，呢個係一個幾新嘅目標嚟。贏硬喎！唔好咁講，唔係啊，因為我哋想參加嗰個比賽，都實力係好高嘅，強敵冠軍。但你哋都有實力啦，所以其實係希望可以提升啦，因為嗰個比賽係唔係唔好睇樣嘅，咁啊，我哋不嬲都冇睇樣嘅喎，我哋就係想睇你唔著衫啫嘛。好咁講，有時唔著衫都係電影啦。我哋有天梯嘅電影嘅，有我哋唔著衫啊！我真係嘅，係喎，係喎，真係啊！邊個最著衫最好睇啊？你睇下幾合足講正曬，咁啊都搶咗個版啦！我哋其中一 part 嚟嘅啫，嗰度話，咁啊其實真係想我哋個電影係等大家知道天梯背後其實係一個真人真事嘅愛情故事嘅，冇錯。同埋真係想大家真係想愛就愛，同埋愛多啲身邊嘅人咯。我哋一直都有愛嘅，我哋 fans。好啦，跟住落嚟，我哋不如將大家俾 C 哥先。好。Hello， 大家好。送俾大家小數。谁在说天中相知？
Free hugs
害咁樣，即係佢黑我就想俾佢黑佢，但我驚好似唔知係咪咩咁樣，唔應該咁啦。一出現驚就唔得㗎啦，係啦，要勇敢啲，我係要勇敢嘅。忘記個驚，忘記恐懼，做。睇你啊，支持你黑下佢哋四個啦。我諗冇，梗係留翻俾啲 fans 啦，係咪先啦？好驚。Thank you.
本台演唱會的呢個目標邁進啊嚇！嗱，攞住呢張飛去問袁哥，袁哥會幫你揀噶啦。係，調翻轉先。袁哥，袁哥賣俾你啊！好啦，呢個時候咧，唔該曬蕭生，多謝你哋今年頒獎嘅兩位啊，唔該曬。拜拜。咁你上咗三星期最高冠軍，漸漸上咗四星期最高冠軍嘅，你哋都咁受歡迎啊嘛！今年頒獎禮會會唔會有信心？都會有啦。咁今年俾咗好多心機去排第五位嗰只。
跟住我諗出年會擺翻好多時間喺唱片方面啦，自己會寫多啲歌啊。係啊，等咗你新歌好耐啦。好啊，後輩。係啦，希望出年咧，等軒仔音樂嘅朋友就有福啦。咁啊，今日咧嚟到馬鞍山新歌城中心咧，揾知道我哋新成員嘅頒獎咧，2012咧有少少事項要公布嘅。Thank you.
實咧都準備咗份小禮物咧送翻俾 Angel。咁開心？係啊 ，Angel 嚟成日飛嚟飛去，係最需要嘅就係呢一個咩嚟嘅咧？知道，你又知我成日飛嚟飛去，好中意享受生活嘅嘢。好，影完相。
冇啊，咁有錢就大家都想做可以做到嘅嘢咯。咁啊，開心最緊要嘅同埋健康。係啊，咁啊，不如將你哋嘅聖誕願望咧，就係掛上棵聖誕樹上面先。好。好。唱呢一首歌咧，又係精神分裂嘅喎，唱。
钟，一分钟，就算我其实与那个你不过从前，愿你相信我写信，你真心得不免像数你，我熟熟后要我睡。从前说已分手，每天等到我勇敢，我想要小心的沮丧，完全看不到我，而我不能再等再等，心碎是分离和你不甘，全世界都已消沉。越来越熟啦。从前说已分手，每天都多么勇敢，我失去的真相，我心太软弱，可否我不能再等再等，心碎碎分离不变不变，有我始终有机会生，春分秋去也不生，能否我去我重复心从今生中转身，许下想着我是谁，想起你是谁，是不是是你的心都不舍，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我放开的我，那你的我心里要有手，我的你不能睡熟，是谁都一切。自己做感覺，希望得到大家認同，都覺得呢首係好歌，咁我先至夠膽先至夠膽問人肯唔肯同我合唱，要俾人即係睇到你個成績，覺得呢首歌都係好聽嘅，先至大家一齊唱。梗係好聽啦！放心，呢首歌真係好聽，好多人聽都係非常。大家都識唱。係啊，咁跟住落嚟咧，係聖誕願望嗰方面，睇下羅力威又係想講啲乜嘢先。好靚嘅書法家，身體健康嘅啫，其實都係，係啦。咁我覺得，身體健康最重要，就係咁多。就係咁多。係啦。好唔貪心啊！佢好好。知足常樂係一件好事嚟嘅。係啦。係啦，同埋靈感不絕啦，希望你會嘅身體健康嘅自然可以靈感不絕。係冇錯。好，咁啊，將你嘅聖誕願望掛上去幫聖誕樹，好，影翻。
張靚相先啦。我啩，求其一度咯，可以度咯。係啦，係啦，我哋講望個鏡頭，小心，你小心啊！Jesus
次有作曲填詞啦，所以希望嚟緊可以喺即係出唱片又好啊，或者做歌都希望可以多自己嘅創作咯。好啦，跟住落嚟，我知道你準備咗一首上網歌曲咧，送翻俾咁多位觀眾。好，唱時間交俾光陽啦。送俾大家《水果不用》，希望大家中意啦。好，
冇錯，咁即所以都係最好攞啦。嗱，冇錯啦，你真係講埋我心嗰句嘅，真係。有㗎啦，有㗎啦，嗱，2011年啦，就去到尾聲啦，咁啊，頒獎禮啊28號舉行，咁啊，轉過頭就2012年啦，2012年新嘅開始會有啲乜嘢嘅新嘅願望咧？哦，新嘅願望好簡單啊，就係、是、拍多啲好嘅戲，同埋唱多啲好歌。係。好，咁啊，麻煩你將你嘅願望咧，就擺上我哋呢棵願望聖誕樹嗰度啦，俾蚊欣賞先。樹咧係，因為唯一咧棵樹係同棵樹係差唔多咁高嘅。係喎，我哋棵聖誕樹啊，挨近6尺多啲，即係樹咧直情係好輕而易舉咧就可以將呢一個嘅木棵上聖誕樹度啊！我成功咗，成功咗啦！好啦，咁啊呢個時候樹咧都係有啲禮物咧送翻俾佢。係啊，就係我哋呢個好想要限量版嘅勁爆鎖匙鈎啦！係好想要，我又係做咗幾年咧，一個都冇嘅。哇！咁啊，不如可唔可以樹咧送翻我先？俾佢哋先。同埋唔同嘅舞种咯，有啲好多唔同嘅，即系舞步，我哋都未
I'm saying you love me.
時間幾方面都幾得意咁啊！